吃亏啊，因为本来一个三分打击会变成一个三分球。飞身进来，好球！贝尔以及 Alexander， 现在双方战成平手了。这次是一个打三个，真的没有办法。没有，弧度拉得非常高 ，Nice shot。应该都有身材优势啊，现在对上是林书伟。OJ， 我这次没有打进，走前面。二打一的情况之下，漂亮的回给到 OJ， 没有。然后啊，曾文鼎或者是说其他球员要先帮曾文鼎卡出一个比较好的位置，让他自己一个人啊慢慢卡啊，是比较辛苦一点的。没有来了 ，OJ 没有的精彩的一球啊，算是又防下来，球很快的给进来，篮底下 ，OJ 没有，这球 N1， 这完全可以说是比赛的经验哈。